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非常好。我是 Anthony 啊，来自 JB 四虎台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妈妈啊，我妈妈的 case， 她是脑癌第四期，脑癌第四期，然后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面，她动了两次的手术。为什么会动两次手术呢？因为第一次动手术之后，我们都很担心，因为每个人都说电疗化疗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你很难挨的。然后我们就自己决定了，不要去做这些治疗，因为我妈妈也是啊，所以到最后的话，不到七个星期的时间，又在复发，在同样的地方又在复发，然后动了第二次手术，然后医生说，一个病人啊，做一次脑癌手术已经半只脚在棺材里面，你妈妈动了两次手术，在你们关走了一圈，他跟我说，你一定要去做，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做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些钱我没有本事赚你的。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就是跟我妈妈好好的去谈哦，因为真的是你必须要去做这个手术，做这个治疗啊。但是很幸运的就是当时我通过淑芳啊，她介绍了我这个产品，她让我了解这个产品，所以我就给我妈妈服用。站过来一点，站过来，站靠近一点。靠近一点就好。OK。然后他当时，其实在这个之前啊，医生有跟我说，你妈妈就算做了这个治疗啊，也只有六个月的生命而已，因为他这种脑癌是很凶的那一种。但是无论如何啊，我们都要尝试。所以当时的我是，看到那个乙珠喵，我就直接买一套乙珠喵，一套那个苏格鲁丁，就给我妈妈吃。当时她是第一个星期的时候，因为她要比较快的速度，第一个星期她吃五粒，第二个星期就吃十粒，然后第三个星期就吃十五粒，是每天的量啊。对，这个是每天的量一直增加。然后乙珠喵就是三包，一天三包，然后我叫他喝四包。当时他治疗的那个反应啊，我觉得很好。为什么一般人说那些电疗啊、化疗啊的那种副作用在他身上都很少，只有第一天觉得不舒服而已。他是做34次的电疗，然后化疗六个月。他是吃药的，脑癌他的情况是要吃药，化疗是用药物的，对，是用药物，他的化疗是用药物的，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算他多少 milligram， 然后每一次都要验血，对，验血，因为一发现到不对的话，他立刻就要 stop 他了，所以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吃了之后，我看到的反应真的很好，就是没有这些副作用，就是可以吃，对，睡。然后我们整个医疗也花不少钱，两次手术，加上电疗，我们差花了100千，100千，100千是麻痹，100千，然后还好是有保险 cover 啦，但是你还是要 cover 70千的，但是30千我们还要出。所以真的相对于那个我们的产品来说的话，这个医药费太真的是太惊人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 afford 这个。OK， 那你是来修，现在妈妈在哪里呀？我妈妈她很逍遥其实我在发她有病之后啦，是不可能出远门，虽然慢慢她康复了，但是我父亲都不敢带她出远门，然后这一次因为我
我本身就是接着看到那个产品很好，然后我就介绍人家吃，然后吃了吃，这样介绍介绍，我就介绍了两张飞机票，然后我就带我妈妈去韩国，就是在韩国拍的，对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在欧洲啊，欧洲啊，哇，从马上发回来，韩国回来两天之后，他就飞去欧洲，这个是在荷兰。他现在还在荷兰逍遥啊，还在荷兰逍遥，然后还要下个星期才回来，然后所以我很开心啊。其实我看到他，妈妈几岁？58岁，还年轻哦。58岁，所以我真的很感激公司，他研发了这么好的一个产品，我及时的帮助了我的妈妈，我更要感谢是淑芳哦，因为。他介绍给我，叫我去聆听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要尽力去分享嘛，就是不管别人会怎么去想，我们就是尽力去分享，所以我也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，把这个很好的产品介绍给我。所以那时，就是你妈妈从发病开始到医生叫她做这个手术之后，她有医生有讲说她还剩下。哦，那个时候说剩下六个月的生命了，就是就算她做电疗，她也只有六个月的机会。但是现在我妈妈18个月，对，而且越活越健康。啊，还可以坐飞机飞来飞去，好逍遥。是啊，是啊。来，你要感谢啊，哦，妈妈还有，谢谢我的介绍人啊，淑芳啊，哦，谢谢公司，也谢谢 Rachel 啊，当时是他跟我分享，最要感激是公司啊，真的很棒这个产品，谢谢，好，可以，谢谢。